是一群湖南湖区水点青山奇人，他们要带来的是四季秋天的冬天。四季秋天是描写在收割的季节里，农夫们喝酒跳舞庆祝丰收，大家开怀畅饮，寻欢作乐，直到昏睡为止。然后冬天是描写走进屋子里，熊熊的火炉让身体暖和起来，看着窗外飘落的雨滴，度过悠闲愉快的时光。